大家现场感受一下，就是抠画面是怎么抠出来的啊？哎呀，直接都看到了，这抠的还可以啊！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表演开始。啊啊！天哪，我的腿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天哪，难道我的尾巴要出来了？这可怎么办？这哎呀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难受！快，快出来出来！天哪！这是什么蟒？灵儿，我来了！灵儿，我回来了！逍遥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。生病了。什么病啊？蛇盘疮。说说你今天找我来干什么呀？是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给你爸送点什么东西，所以我给你爸带了一壶这个泡酒，你看看。哎，对哦，你爸呢？泡酒呢？哎呀，你说老爷子还挺忙的。对了，不仅有这个蛇泡酒啊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蛇油的护手霜，你闻闻味很香的。嗯，是挺好的。嗯，我就先不用了，我用它的话有点画蛇添足了。是吗？这样天也不早了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哎呦，你不说我还忘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最近这外面有点不太平啊，听说最近有一个蛇精出没，我们得小心点。别紧张，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宝贝。听说只要这个蛇精听到这个笛子吹出的声音，它的尾巴就会不由自主地摆动起来。这怎么办？这灵儿，怎么回事？这是逍遥哥哥，其实我就是一个蛇精，这是我的尾巴，这一切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。这么说你不是灵儿？我不是。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假灵儿。没错，我就是假灵儿，但我也早就发现你的不对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逍遥哥哥。什么？你看出来了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刚才你吹笛子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。你手里拿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笛子，而是洋笛。没错，我就是杨迪。好烂的梗啊。那咱们赶紧走吧。走走。可以了可以了。其实没关系，不给啥也没事。最后给啊，最后我们统一发卡。统一发卡我们心里就有底了，我们绝对不是最烂的。接下来是第二个片段，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下一个片段是什么。不要！练成龙丹了是吧？龙葵，化成了一把剑。让我们请上的是小童花花杨迪。逍遥，灵儿，这里就是铸剑炉了，离他远一点，瞟到我的头发了。我们只有祭出神剑，我们才能打败邪剑仙。神剑在哪儿？我们该怎么祭剑？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换出神剑。天哪！逍遥哥哥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哎呀，这就要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。灵儿，我先跳下去了。哎呀！不！神剑怎么还没出现？是不是我的功力还不够啊？火里有一张一寸照片儿。看来祭出神剑还需要更多的人。正所谓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李逍遥，拯救苍生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慢着。等一下，你往那边过去点。嗨，不！
里还有一架马车是吗？为什么他俩要这样呢？哎，正所谓舍身取义，为救世间苍生，再加上我李逍遥，岂不快哉？我来了。这神剑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可是我们已经无人可跳了呀。各位 relax。 神剑呢？哇，神剑出来了、啊、出来了。哇，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。有了神剑，我们就可以战胜邪剑仙了。走走，跟着神剑一起飞，邪剑仙受死吧。果然是一段不如一段啊。你们那个不真的是太不走心了，巴不得那人赶紧跳下去。接下来又要升级玩了。其实在这个仙侠主题的很多剧当中，有一件事情是大家特别羡慕的，就是御剑飞行。嗯，接下来我们让唐唐在现场给我们来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御剑飞行，可以在现场选择一位和你来搭档演绎，好不好？腾哥，来吧，唐唐。这就是御剑，踩上去呗。我会给你们这个不同的场景切换，你们在里面自由发挥这个御剑飞行。首先给你们的场景是天气非常晴朗。这个云彩好漂亮，你看那朵云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马。马云。接下来乌云密布，狂风暴雨。没事的，你不用为我遮挡，我可以的。我可以双板。这在天上飞还怕淋雨啊？来到了外太空。哎，看看，你看那边有好多的星星啊。你要不要许愿？许下我的愿。后期给你做个蛋糕行不？你们御剑飞行来到了马路上。这是一段剪都剪不出来的表演。我来了。嗨。腾哥超速了，扣六分。呀，客人您好，请出示一下驾舰照。驾舰照。仙女就飞走了。腾哥，你这剑被扣了，你怎么上路啊？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凡间嘛。啊，没剑，我有车呀。哎，我家别的没有，就是车多。我跟你说，我家的车不但质量好，价格还便宜，上易车 APP 可以查新车。